高俊生，我知道你在里底，你赶紧出来哦！好啦，别再中毒啦，紧跳落。高俊生，我知道你有听到。紧，别迷糊啊！紧跳落，这才要滚。紧啊！没吧？黄雪晴既然跳海啊，天气这么冷，海水这么冰，她既然这么勇敢跳下去，哼，真的是爱得比较惨死。啊！高俊生，佳佳，你来啊！来来，好坐。哎，小莫，谁有？什么物件落落去啊？救生圈啦！我咧整理的时阵啊，落落去啊。哦，刚刚救生圈尔。嗯。我刚刚有听到查甫人叫声。敢有？人呢？敢讲真正跳海走去啊？就真正救生圈啦，无你讲的什么查甫人？安尼就好啦，啊，无我会烦恼讲吼，等下你阁要跳落去海解救。你咧讲笑亏哦。奇怪，伊若是无跳落去，是会变去倒？姐姐，外面风头，咱内边讲。俊生，啊，你哪会伫个遮？姐姐，你知影无？看到你来，我真正真欢喜。高俊生，你到即摆阁要骗我？老实讲啊，你是毋是娶别个查某来遮约会啊？吼，你阁真敖享受呢，阁坐游艇要出海去看风景，你安尼做，敢对会起我？是啊。我是有一个查某人伫遮见面，用过迄个人是你啊？你到即马阁要骗我？你真正了准讲，我甲较早同款这么戆哦？你袂记得啊？我唔是有一届嘛是同款用这款方法骗你去约会啊？这是咱翁仔某的暗号。你。俊生。原来这一切哦，你是特别为了我准备的惊喜哦。哎呦，那大伯让我去交啦。这是一定来啊！咱阿妈无话有时阵啦，有一挂惊喜，啊，你唔叫我情趣。我够另外叫人准备一挂好食的餐点，还有红酒哦，行。哎，俊生，你看过这样阿无闲，够为了我制造这的惊喜，你真正对我就好。你是我的太太呢，我无对你好，我要对什么人好啊？什么声音啊？你敢有听到？啊，风声啦！哦，原来这只鸟鼠就是碧蝶家。俊生，你若直接把我拍落去，我就紧你啦！好啦，廖七，请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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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哟，俊生，你安尼跑，你娘去哪会惊啦？这尔细人，你安成像我安尼啦？这是要去，你娘去，去头前，头前买来物件，头前买来物件，你去你头前，加头前，加头前。
鸟叔应该走啦。没耶，我看见，我再当放心啦。没啦，垃圾啦！我看吼，啊，既然这船顶才有鸟叔啊，啊，今仔日的天气嘛不好，我看就卖出海啊啦。好，我来去订餐厅，咱来去吃烛光晚餐。哎呦，袂用的啦，这是你特别为着我准备的惊喜呢，这比吃烛光晚餐更较好啦。咱是出海看风景啦。你确定啦？唔系啦，今晚天气出海无安全啦。我看咱也是来去吃烛光晚餐啦。哦，啊，你游艇嘛走啊，钱嘛开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啦，你赶紧哦，叫船长开船啦。好啦，阿伯，咱去买啦。啊，这外面骨啊，你也跋倒啦。俊生，放心啦，我今麦哦徛足稳的，哎，受伤跋倒的人哦，放心啦。好啦好啦。俊生，你这个无良心的人，你唔能拍我，搁打我，我总算是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！我真的感觉这边哦，是天公伯伯有这一个考验。啊，你看，高进山咧反背伊啊，伊即马哦，都爱在船顶安尼，甲伊虚情假意感情啥？是我哦，我嘛会感觉就艰苦啊。啊，何况佳佳哦，这么爱。不管怎，佳佳也是爱面对现实啊。而且会当做这个机会哦，心怀一丝高难度，总比一直戆戆去戆好啊。哟。要为痛苦里面站起来，慢慢成长，这不一定的。唉，也是啦。啊，佳佳现在的情绪哦，是比一开始知道自己欠债时阵哦，稳定很多啊。啊，我是希望伊会当安尼继续保持落去，愈来愈坚强。安尼嘛算是哦，予伊对教人路哦，一个上好的步。你敢不是黄雪晴？哎，真正是伊呢！啊，伊在偷偷落船啊！啊，我看，我看。想袂到咱钓无竿钓无鱼，啊！煞看到一个美人鱼，家己收过来呢。这美人鱼，你是看来我引导，才得背上花的。哎，美人鱼，进来啦，我带你回去啊。阿姐，你完了哦！我的姐，阿姐，你进来好好看一下。你莫看我，今仔在狼狈，我倒位有证件啦。你今仔是咧大声啥？刚刚你是偷渡来的，特别出证明，所以今麦底下计小灯收起啊。我这不是偷渡的嘞。我看伊一定是哦，做唔着什么代志啊，才予人啊挑工倒来海内底啊，吼，一定好好修理啊。莫怪啊，你遐尔啊狼狈，你讲对无？嗯，应该是哦。哎，过
你什么关系啊？都没有人管啊！来，手机摕出来，翕起来。哎，他泼上网啊！我装不人口啊！哎，美人鱼快点，谁在上面看啊？哦，够怕的啊！哦，你的证件好啊，我来看你的证件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无证件。啊，完了，我车顶有证件，我摕给你啦。我的手机都放在船上。你别再假了，我看你真的是偷渡来的吧？哎，我不是偷渡客啦，我这样啦，我唱国歌，国歌头一句是好啊，你别再假了，这面台不出来，国歌也不会唱，我看你赶快来回来，走。哎，我不是偷渡客，大哥，我开始亲亲亲，哎呦，拜托，哎呦。哎呦喂哥，哎呦！看起来哦，黄雪晴的好日子要过。这嘛是伊家己做的，算是讲哦，也不